小朋友们，你们去过长城吗？你们知道它为什么叫长城吗？因为它好长好长呀，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画一个长城吧。接下来我们画一些小窗户给他吧。接下来我们给长城上个颜色吧。噔噔噔，我们就完成了哟，是不是觉得好漂亮呢？